喽，家人们。麦田，那个拍照很好看的车窗位需要排队。傍晚来了人超级多的网红咖啡厅，龙坎码头边上找了一家很好看的餐厅，很亲人的两只小猫咪，名字叫大吉和大力。拍到了很多美美的瞬间呀。野生菌火锅味道也很好。这次大理之行就记录到这儿啦，拜拜家人们。